请我们起立，请咱起立。以色列的百姓啊，你着为家己立志落来，徛一路徛，你着留心往大路，就是你所去的弯路，你着倒来。倒来伫你遮的城，耶和华伫地上创一项新的事，就是查某人要保护查某人。咱这是用新的概念来改变咱的信仰。必留忠心、尽心、尽意，加速你的上帝，这也是我的，也是我的。你应允我会当借着耶稣基督来得到所应允和也不得罕福气，也切恳救主耶稣降世，为着我的罪来定死伫十字架顶，为着我的义来救我。因为我无得教父母，乃是出自主耶和华的主观的主爱，因为你的怜悯无计较断绝。每一个早起拢是新的，拢是你新创造的，你的心、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因为我也知，你的意念不是阮的，非同阮的意念，你的道路也非同阮的道路。天怎样较悬过地，安尼你的道路也较悬过阮的道路，你的意念也较悬过阮的意念。我也知阮，你所妄、阮所怀的意念是树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让阮伫幕后有指望、有盼望。我来恳求圣神的开导，来进入阮的心中，来帮助阮会当对创造的角度来看性别甲公义的问题，来帮助阮对耶稣基督救赎的角度。我来实践性别公义甲夫妻相处的道理。我知我伫我每一天的工作内底、甲生活内底来会当见证你的救恩，活出你基督堂堂的行义来献予主你。我来感谢基督，我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通以选倒海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去互火烧。原来是宽容，原来是主义，有忍耐就会接度，会夸大，会骄傲，会做建设的代志，会听天意的言，会快受气，会听闻，会爱不离，心怀慈悲，忍耐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信心，对一切有恩望，对一切有耐心。人爱永远存在，看到上帝信实的文字是暂时，光明的文字会落地，一切爱落地。咱所办的有限，咱看到上帝信实的文字也有限。不过，迄个完全的一日来，迄个永远的所在是，我最近也是讲话亲像囡仔。因为是主人啊，生活也是主人啊。但我已经承认，主人来是主人发财。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有无无明。将来的人民文化政策，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将来的人民了解，亲像社会的人民了解我。安尼。是，嗯啊，依赖这三项永远存在，其中上重要的是依赖。其实，咱要过来看三段圣经。第一段的记载是伫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一章第二十到第九节，可以将台语汉字翻来读。我学了恁，因为恁犯代志纪念我，搁接受遮个遗传，遮我所传予恁个，只是我安尼知基督是做查甫人个头，查甫人做妇人人个头，上帝做基督个头。既然查甫人基督也是他的，那大头壳就连着伊个头。但是既然有人人祈祷也是贪得无大头壳，就连着伊个头，因为这甲剃头毛无过样。有人人若无大头壳，就着剪头毛。有人人剪头毛啊，剃头毛那是变少，就靠着大头。查甫人唔应该大头。因为伊是上帝的像甲形象，但是妇人人就是查甫人的形象，因为查甫人毋是对妇人人出，独独妇人人是对查甫人出，因为查甫人毋是对妇人人创造来创加创造，是妇人人对查甫人来创造。第二位的圣经，咱要看《以弗所书》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，《以弗所书》五章二十二节。做妇人人个，着顺服家己个丈夫，亲像顺服主一样，因为丈夫做妇人人个头，亲像基督做教会个头。也家己做全体的救主，总是教会顺服基督，妇人人凡事也着按顺服丈夫。三十一节，因为安尼人要离开父母，结连伊的某，因两个要成做一体，这奥妙大，我讲伊来自基督甲教会。总是恁人人随着疼伊个妇人人，亲像家己，也妇人人着敬重伊个丈夫。咱做伙来个，咱今仔日进步，咱先来谈话题。未来，总是人人随着遮个
听你的福音堂，亲切向你，也福音堂就敬畏你的荣福。咱搁读一摆，总是因台湾是有。这是咱做伙甲献花的来娱乐，我主是我的家。